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为心现世同修，咱今日三月二十九日一波继续共修来讲解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甲咱一直甲咱开始，甲老祖甲咱开始的修心、修口、甲养灵，完全是等。好，咱由经中咱来看这经文，安尼开始。若复有人依此经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，定为他人，下来说法。这个强调咱的口、口业、甲口德。老祖在民国七十一年，道家慈航光降台湾的时，甲师父天人合一就开始讲爱修口啊。我原来修口，我想讲啊，叫爱食菜呢。老祖讲食菜随缘啊，用嘴来讲出有利于他人、有利众生的话语，有利众生生命活力的话，这是修口啊。所以老祖开始按了以后呢，我在冷冷静静思考，干了一个靠烟花，看有偌济的办法。所以七十二年的正月十五开始，放下一切世间的事业。三元起家不挂，将所把的易经、风水学，一一为各界心恼烦恼，或者有颠倒梦想，或者有各种各种的跨界事啊，用意。了了分明，所以我在七十二年正月十五开始用易经卜卦，一路行来到今麦啊，嘛三十三年啦。三十三年中间，老祖用我的嘴发讲出偌济法呢？偌济中华文化道统、易经甲风水，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，人力其中，万法生成。哦，这句话
哦，一化开天，再化辟地，人力其中，万华生成，一化开天是阳，再化辟地是阴。哦，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。看起嘛，咱家了解到罗道开始爱用我靠来传这个道，这个法利益众生的话语。看起嘛，有15615卷唯心道藏，大家体会到往生罗道师尊。咱的口看落好用，但是咱的口有当用唔到呀，好，咱原来会变作毒，爱谢意。啊，拄只咱的师兄，啊，伊有一个烦恼，耳根向我无听，啊，那你讲呢？我用意。雷火轰，动二爻，朱雀当，猫、熊、海、五、心、顺，细爻、虎木，这是一个造灵的代志，把朱雀。观鬼爻，灵界代志，动画引木，引木回头客，画回头客，啊客呢？这拄多咱人的身躯有幼儿，咱人这人为钱为天，啊拄多的。银这边是抽进银，就进宫，抽进银就进进宫。啊，那么朱雀，就是咱的口业、口业，啊，所以组成回头客，变成空界、灵界一巴掌，喊对。突然的完形，你看怎么办？啊，接过来个白虎，白虎，白虎血光之灾，吼、哦，这件代志就大大条啊咯，就是咱的口业。啊，回想到我都开始修行72年，开始也73年。啊，甲我三个同修，一个洪清田先生、洪师兄，啊，老早开始讲爱去庙里参祭，啊，去买一挂佛具，啊，拄到看到一间佛具的头前呢，几啊尊的金尊啊，人神明拜拜无爱拜的金尊，足大尊呢。面啊，青顺顺滴啊啦，放伫外口咧，风吹一拍。哦，我看了这心里很难过。啊，那呢，我的朋友洪先生呢，伊讲，老师老师啊，你看，迄阵金尊那个面啊，青顺顺，那呢我足3点半，嘿啦嘿啦，足3点半，这面啊，青顺顺。为公煞嘞，迄阵要有心灵，要好心，甲木哩巴肚大家叹下咧，哎，一个就苦嘞，在路中酸路边啊，在酸十10多分钟，
边仔人拢来看，看安尼，我煞爱笑个，就歹势。伊顺我的话尾啊，啊，顺我话尾讲来啦，啊，许佛法就较轻啊啦。你莫看了金尊，啊，我那红拜过，啊，你讲认你无？但是已经，啊，虽然我替身，那还简单替身。哦，我你见来个用白，他怎么讲笑啊？用白白起个一直磕头，这个人我唔敢啦，这个人，这个一直发这个，咱个街路遐个，啊遐个出做生意遐来出来看，看哪一个笑在遐嘞，一直个磕头，啊，就发这个，光拢变变出来嘞。嘛，伫遐规磕头磕十外分钟，啊，真好。后摆咧，对我身边都唔敢随便顺话尾啊啦，迄阵考验啊。又回想伫这十年前，啊，我去荷兰，啊，岳飞庙，啊，去遐咧。看岳飞庙去拜拜，哦，看岳飞字想够水咧，啊，一真水咧，我咧顺口讲，你袂你看，这字写有够水咧，一撇，甲开，哦，伊嘛我因做之一咧，我伊安尼吼，有勇无谋，有勇无谋，写字看字就知有勇无谋，因为对有勇无谋，遐好发到后壁咧。卡得片都甲流，都甲流了下了。好、哦，流了疼疼个了。啊，等下规暝无再落困，天光再爬起来爬袂起来，啊，到咱的灵人上师兄，啊，甲倒摇起来，面上摇起来，哀哀叫。我讲你这个吼，你就是有考验。我讲有勇无谋。你别给他赞声嘛！你要赞声落去，哦，我都甲流啊嘛！我一下到片啊，你我发真真深深深，无形界、灵界，何法伸张？好、哦，哎哎叫，我今日见一下请嘞，含林上师兄，哦，都开见一下几个去啊？啊，买几个去该回去嘞？啊！回去咧，甲讲我吼，伊孟山要发挥，我要甲你切大连位，等下发挥啦嘿，吼，实咧啦！啊，我开几百块，开要几千块的人民币，吼、哦，我阿伯师傅，你行，我着对你行个咪，我呢，你若讲话吼，啊，你唔，我唔知你讲啥，你后壁对你说，用恁的想法去对你说，你就会红天咯，这就考验嘛。较考得啊嘛，当然我无应该讲啦。啊了咧，啊则啊，等于孟山等来，啊则过去设个连队甲超度，做大规个回事咧回唔着，啊则放弃则好个。你若有机会则去问台中道场住持严义法师看有影无？哦，所以咱咧有咧修行个人，咱咧随地讲爱足注意。哦，不要随便讲讲。虽然电视中真侪诸生名嘴无中生有诶，哦，乌龙水多，到尾无一个好，下场无一个好嘛。迄是啥？咱考验，你认为无啥？咱有，和你讲的人，伊有伊两天佛法，伊有伊祖先。啊！咱无就你讲哦，我一个人，我即摆就免做啊！我你讲，你讲出来，你唔知影外口伊后壁有偌济两天佛法，伊有诶伊是天命落来，伊诶两天佛法是先比咱较大，所以咱一寡有学术界，哦，自称免做，胡乱说，哎，胡言过啦，你难免生气啦，你咧。咱的心情是安那，同情他，无修行，可怜他，
无修行，唔知影因果的关系啦。啊，所以灵魂这个代志，咱幸福被骗满虚空法界，咱要讲话要真注意，要足小心的。啊，咱像咱现在这个卦，如何看卦象？朱雀的考验所生，东来抽土，丑土又是在正边，咱的右边。啊，阴木回头去。哦，所以这要足细意的啦。那怎么办？细熬有福熬，咱的父母，咱一定爱带祖先的面前。咱若讲话有伤到祖先、祖灵，一定紧爱上京。啊，你甲祖先宝贝讲，我要上京，一定会让予你。看打一部经，打一部经，甲宝宝有三杯，直直上海，你才有法度解决。那无你找医生、医学，找无病啦。维新信教苗栗万里道场，十月二。所以伊个严苗苗严无啊，叫鬼拍着你那严有，啊，即个管鬼啊嘛，叫鬼拍着。哦，所以即个呢，你要安那去消灾化劫？即个爱带恁厝大个所在，福神主孙敖，主孙就托你讲福神，去求托你讲做主。我有讲到倒位伤害到灵魂界的亲人，啊就护法，好，我忏悔，请你做主。啊！我要来上京来回向伊，甲回向我土地公。啊！你安尼呢？来忏悔，啊，才会好。啊！你要注意库存，注意你有当时啊会报销的。所以得对灵魂界去讨，一个信号，别好就土地公，唔好，好干咩嘞？你会托你讲，哦，你会黑讲，白虎星会黑讲嘛？咱来随意用意，咱爱怎样用，这就考验。哦，这嘛是经中讲，咱易经中间的四五级四句句啊，所以修心、修口、养灵。然后刷咧，咱才会平安嘛，是四句偈啊。所以通宵门，咱要甲人解卦，消灾解厄，唔知啊，莫乌人讲。咱若乌人讲，你阁做了考验，爱注意。今年开始，啊，灵界两天护法，啊，我遐拢有领来指。念了起来，完完整整，那么消灾化劫一条路，念经回向，上经回向。所以像这件代志，咱伫祖先的面头前，咱除了佛祖啊，祖先面头前，真诚心点香求忏悔，你看我要用上什么经？你家己想什么经写写嘞，然后挂杯，挂有三杯，你才去无经坚持咧上咧上咧修，才有法度消灾化劫，解冤释结啦。所以咱的经中，佛祖甲咱讲金刚经，金刚经的功德非常的大呢。啊，咱有诶同学师兄师姐囡仔读册，行行都真巧，
愈读愈切。啊，切回读啊，切什么呀？那怎么办？咱做许多人，咱爱诵经，你用上金刚经，啊，你上金刚经，一直上去，啊，回向金刚经的功德，回向我囡仔守护灵，回向我祖先，回向我万亲借助，啊，回向我合法信众。你安尼咧，囡仔渐渐会聪明，啊，囡仔的灵性开始会稳定。咱每个人对灵魂界、空界、大梵天的世界，投胎转世来到世间，这个身躯，大部分咱拢袂记哩啊。所以叫佛祖慈悲。开始这金刚经，让咱知啊，咱要么是天上界金刚经咱无读到，来到世间还阁唔知，戆戆神神、懵懵懂懂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有机会来接跟着这个佛法修行的圣法，啊，金刚经。咱拿上金刚经的功德来回向，迄种唤醒咱的觉醒，叫醒咱祖先的灵性甲觉醒。所以你修行的真实义，咱爱要应用，相辉应来用。哦，所以咱既然来到世间，今是怎啊？今日大家有缘接到这个妙法，接引到金刚经，所以金刚经刚才开始，啊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，定为他人啊说其福。真济无，哦，所以咱要求福，福得正神，福到咱的神都爱正。啊，咱有福，嘛是爱先对德开始。所以，咱希望各位现世同修，平时咱若方便，咱都念佛就好。那有较侪时间呢，咱多多来五金刚经内底任何四句偈，一时啊为人说法，即是用咱的嘴修口，啊为人来解说经中的意义，所以这福胜过万三千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，因为三千大千世界金银琉璃珠宝。咱无得带转去，灵魂界拢空空，但是烦恼是无空。希望各人为心现世同修，咱爱了解真理以后，你一定这世人是一个有福的大菩萨，祝福各位。